半天，滚蛋因为没能在幼儿园举办到护蛋行动中保护好他的鸡蛋，回来后嚎啕大哭。妈妈安慰他，只要尽力了就好了。但我觉得失败乃成功之母，第一次不行，第二次说不定就可以了。哎，有道理，那我们就再来一次家庭护蛋行动吧。我开始换发型、减重、换风格，开始往前走。唔好意思啊，今次我一定要赢。哇塞，你这套行头配上姐姐的爱心鸡蛋，一定行。我正好晚上要做你们爱吃的番茄炒蛋，那就用你手上的这个吧。你那边还有那么多的鸡蛋，不许碰我的蜘蛛侠。